宾，大家晚上好。今天我很高兴和大家聚首一堂，一同庆祝中英香港成立私人银行。近年亚太区包括中国的经济腾飞，带动富裕人口迅速增长，预计中国将未来五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富裕的国家。高资产人士对私人银行服务的殷切需求可见一斑。有鉴于此，中英香港推出尊贵的一站式私人银行服务，协助高端客户创富增值，将财富传承至下一代。中英香港私人银行秉承一加一加一，我们后面的这个横梁上有三个一，一加一加一加一的服务宗旨，每个一字分别代表我们对客户个人、家庭和事业的长远承诺。我们亦以融汇中西，也就是 East meets West 为目标，协助海外客户进入内地市场，同时帮助内地客户走出去。中英香港凭借在人民币业务的独特优势，加上永行中国银行网络遍布全球，致力为客户发掘环球投资机遇，特别是在岸及离岸人民币投资业项目。此外，中英香港拥有一支经验丰富的团队，秉承专业和稳健的服务精神，成为客户在理财及生活上可信赖的伙伴。借此机会，我谨代表中英香港感谢各位客户及社会各界人士长期以来对本行的大力支持。展望未来，中英香港将继续稳健发展，力争卓越，与客户携手迈进富裕丰盛的未来。谢谢大家。中银私人银行今年有更好的丰收。